怎么样，这里不错吧？嗯，是不错。有没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啊？在这里啊，你会觉得自己很渺小的，无论多么厉害多么骄傲的人来了，都会变得很谦虚。哎，为什么啊？你看啊，无论你的武功有多高，你抵得过龙卷风吗？无论你的内功有多强，没有水你能过日子吗？哼，在这里呀，唯一能做的不是抵抗，而是顺着这里的一切而行。你看龙卷风很厉害，可是青草呢依旧在生长，原因无他，就是因为青草从来不去抵抗，反而顺着风的去向而转动，最柔弱的最能在逆境中生存的。像不像我们名剑山庄的剑法要诀啊？对呀，以柔克刚，这就是我们山庄的武功秘诀。嗯，不错不错，看不出来你这个人长得呆头呆脑的，其实挺聪明的，比你爹强多了。哎，叔叔，你在这里有多久了？啊，我好几个月喽。那你知不知道这里有个大宋公主？来了来了来了。怎么了？啊，你别管了。哎，有人问你说没见到我。